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一颗最明亮的星球上，发生了一段寻宝的传奇故事。黄金传奇，哎，这集风尘仆仆的来到了我们台湾最大的县份花莲。花莲位于台湾东部，背倚中央山脉，面临太平洋，风景秀丽，民风淳朴，而且它是全省唯一不受工业污染的地方，堪称台湾最后的净土，也是观光业的重要景点。花莲除了风光明媚，农矿产业丰富之外，更保留了大量原住民的文化，阿美族、泰雅族、布农族等等，他们的宗教仪式、歌舞、丰年祭等等都保留得十分完整。此外，花莲特产小吃更是堪称一绝啊！今天黄金传奇就要带您到花莲市区进行花莲寻宝 Part 1。现在我们就来看看红蓝两队的成员。红队有可爱的贾静雯、冯光荣、陈山河，蓝队则有马妞、马维新、李明德和林月琴。这次的花莲寻宝 Part 1到底是会由王丽玲领军的红队，还是由曾国城挂帅的蓝队获得最后的胜利呢？欢迎收看《黄金传奇》。有人报道了。来，我们节目啊，经过连续四集在日本琉球录影之后，我们今天呢又回国。回国了。今天呢，我们黄金传奇来到了台湾的东部，一个风景非常优美，绝对不输给国外的花莲。耶，花莲这地方好啊！听完娓娓道来，花莲这地方呢，在这个我们台湾的地理位置上呢，算是地形非常狭长。这个境内呢，可以说河川交错，这个风景秀丽啊。尤其呢，它在符合我们风水学上呢，完全符合这个是背山面海，背对着我们中央山脉，面对着我们的太平洋，可以说完全是这个山明水秀，地灵人杰啊。台湾是个岛国，是的，四面都是海，中央是这个中央山脉，除了南投县之外，哪一个不是背山面海啊？对，我想你可能误会我的意思了。我刚刚讲到山明水秀是不是重点，重点是后面那句地灵人杰。那又怎么样呢？有一点可能大家不晓得，我在这边特别的告诉大家，鄙人在下不才，我在花莲当兵的，但是花莲因为呢长久吃了这边的食物和饮用这边的水之后啊，我也可以说完全有这个才气和这个，不是，麻烦去看一下，听不下去了。哎呦，这夫妻档的红蓝各一个，还握手哎！我的才气能够大家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啊！对，而且我们还有一个花莲在地人，也就是李明德先生，啊，对不对？我想这样好不好？今天你还没比赛嘛，你干脆金牌我们是拿定的，你就穿着泳装到海滩走一走。我也搞清楚啊，不是，搞清楚啊，地方熟啊，不一定就包赢。哦，包赢。想当年这个永康街舞是怎么输的啊？啊？那想当年你那第一排西门町你是怎么挂的？对呀，我跟你讲，今天在花莲市啊，很难说谁输谁赢。哦，这样子。不是说你熟就一定赢的。哦，而且最主要是我们今天害夫妻失和是很重要的。把两队把那个马维新跟那冯光荣分开是对的。可这样也好嘛，一定有一方赢嘛。对啊，内奸嘛。我跟你讲，在家让老婆啊，出门可不可以啊？来介绍一下我们两队成员。好，首先欢迎红队第一位陈山河。第二位贾静雯。说冯光荣今天造型上半身古装，下半身时装，什么头发了？他是我们里面所有人年纪最大，弄得跟老来子一样。我们今天这个红队的新的仙子，制作人年纪更大。我们今天红队新仙子，我们要欢迎他，梅玲。哦，新的仙子啊。我们旧的仙子听说已经高升了，对不对？已经去求学去了。那你叫梅玲啊？嗯。对啊，我好巧，我叫金梅素哎。好了，欢迎我们蓝队成员，第一位，这位是林叶婷小姐。第二位马维妞小姐。第三位李明德先生。一样，我们的仙子，哎，慧萱，欢迎她，谢谢。哎呦，慧萱还没被你气跑啊？嗯，开玩笑，都快有小生命了。好。介绍在这边呢，要介绍一下我们的新的游戏规则。好，我们快来看我们的黄金规则。你看，
两队同时出发，寻宝过程中可获得三份提示，每份提示最后可获得三分之一藏宝图，拼凑出完整的藏宝图可指引至宝箱钥匙藏放处。首先打开宝箱的队伍可获得50,000元之黄金。哎，今天这份提示上面有一顶帽子，中间有两个小字，下面有三个人在喝东西，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哎，这曾国成脸上怎么有个大黑疤，看起来像个贱狗，哎，这是什么意思呢？又有一个新病毒出现了，黄金 number one。 哟，这些复杂的数字他们能一一破解出来吗？这里面有什么玄机呢？嘿，这次的寻宝区域是以花莲的市区为主。哎，你看我们看到寻宝的地图上有许多的特产小吃，哎呦，扁食啊，牛肉面啊，哎呦，糕饼啊，摩阿吉啊，哎呦，好像真的不错的样子。哎，还有阿美文化村传统原住民的舞蹈表演。哇，这么多的地点，究竟哪里才是寻宝的地点呢？三关，每关有两条路线哦，三条线六个点啊，希望大家加油。我们要介绍一下我们的守护神。好，我们今天守护神是花莲县的主任秘书赖振雄先生。来，赖主秘，欢迎。你好，你好。到花莲来，我们欢迎主持人之外呢，也欢迎各位朋友到花莲。希望你在花莲期间呢，能够愉快。那么这刚刚主持人也讲过，花莲地确切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恐怕。不用介绍，你们等一下看的时候就知道了。哦，是这样的，还是欢迎之意，谢谢我们的赖主秘，谢谢，谢谢，谢谢。好，那么现在我们就请守护神来颁发两队的提示跟地图。是，好，这个是有提示，这个是花莲市的地图。嗯，好，蓝队的。这边是红队的地图跟提示。第一份提示。好。好，耳朵准备好了没有？来，我们加油，准备好了没有？好。红队准备好没有？还没有。你省点力气自个儿用吧。我的跪等这一刻，所以加完油那边没有。好，准备好了。不，你不用，你可以了。好，现在我们请守护神为我们鸣笛出发。等一下，金牌没有拿到。好，金牌不要从鸣笛走嘞。来，我们现在请仙子颁发金牌，交给我们那个比较壮硕的那位，好，壮汉。哎，一样是三个有求必应牌。好，来，把乐器放着，我们准备出发喽。预备，准备，预备。这个冒小小小小，在喝啤酒，三个人喝啤酒，那灾是喝啤酒，看怎么像假性全损失，因为他拿的是这个啤酒杯啊，是不是 ？No， 解字解字，绝对跟字有关，对，帽子头的嘛，三个男人是什么东西？三个男，有一个还秃头，跟秃头有关系吗？跟秃头没什么关系，那有两个戴墨镜耶，对呀、啊，哇，太。哎，有没有这个帽子头的这个？就是这个，没有这个，没有啊，完全没有啊。嗯，中泰食品在哪里？中有两个小，漂亮，这个对哦，帽子头是小，对对对，是这样，小宗教的中厉害啊，走走了走了。麻烦你，我们去中泰食品，我现在在这里。好，谢谢，我跟你讲，麻烦你快点。嗨，我们来看看这份提示，哎，上面是一个帽子，下面有两个小字，解出来就是宗字了。下面三个人在喝水呢，合起来就是泰字了。所以呢，我们要出发到中泰食品去。中泰食品呢，是以传统的阿美摩阿吉还闻名全省，可算是花莲最大的名产卖场了。我们看看货架上的产品，哎呦。各种摩阿吉了，糕饼呢，还有小吃啊，还真是琳琅满目呢。看，在这里呢，也陈列了一些原住民平常常用的一些工具。来到这儿呢，我们要玩一个楚霸王的游戏，合力楚这些红粟米，哎，达到可以制作摩阿吉的粘度，就可以过关了。先听你好，跟你玩个心算游戏，若你答错，造就正在交友无法往下关前进，确定取消。182831，293943，心算是怎么样算？对啊 ，double 吗？都加一啊。什么叫都加一？它都加一就是下面的数字，所以往下走嘛，这边移过来，这边就是往上走嘛，对不对？304053553。哦。所以已经变过来，那再变下来嘛，那就是5262275，有没有错？
没错，那跟这个有什么关系？我告诉你，这边应该是个电话号码，52625。275，你讲。喂，你好，526275的，你这里是哪里？我们是黄金传奇。东什么的？东海石啊。东海石。东海石街啊。东海石街。东海石街142号。好，谢谢哈。好。东海石街一百。走。先跟出发。东海石街142号。对，先上车好了。哎，这你再用日文跟他讲。哦，不用，我以为日本。哎，曾国城还真的有一些小聪明呢，一看就知道是电话号码。没错，哎，每一个数字多加一之后呢，就是526275。哎，原来这就是东昌村的头目家的电话了。来到这儿呢，我们要玩一个打弹子的游戏，轮流打弹子，弹珠落到了哪个菜名，就要把这道菜吃完，打中过关，您就算通过了。现在您看到的呢，都是最具特色的原住民菜肴。这是嘎祖木里，打都更，生猪肉的石道。芦苇心的石那布鲁，还有您看这儿应该很眼熟吧，就是海边小罗的拉拉赞，红辣椒的祖伯鲁，还有这个巴库等等啊。我们今天的目的达到了，到了没啊？今天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最好来一次呢，最好来两个人，感觉很近啊，感觉很近，到了吗？中东台禅师到了，来，什么中台禅师？中台禅师，中台禅师，中台禅师，不是中台。为啥老觉得中台禅师？不过你的头蛮像，要是好，下车了。好，楚霸王。这里的马吉非常的特别哈，有红糯米的哦，还有用小米打出来的。那红糯米呢，是用只有我们花莲才有的地方哈，别的地方呢你是看不到买不到的。对，但是呢现在哈不要紧张，我们有服装让你穿哈。哎，来这里就有服装来穿穿看哈。来你，这是女的啊，这是男的，女的在这边嘿。这是女生的啦。男的穿这么厚干嘛？这是时髦的呀。对，那现在介绍这个就是石杵，不是一般的木杵，这石杵。哎。哦。哇，完了完了。哇。好重哦。这个不是你们普通可以看得到的米，这个是红褐色的米，来看到了没有？好香哦。哎，香哈。现在可以倒了吗？嗯。准备好了没有？还有一个，先不要吃。就是怎么样？就打他吗？打他吗？可以开始了吗？是不是？就出道，有出道的感觉。出道有什么感觉啊？华人国小是不是那个早餐有一个巨森早餐霸，巨大的森林巨森早餐霸，穿的原住民的衣服，在我亲戚家，这是你亲戚的，你亲戚家是的，来，你刚一到吗？他的意思是说你们来到田埔呢，我们非常的高兴。就说你打这个弹珠之后，你看看你要吃什么菜？不是，中了。然后过关就过关了。这样的话过关就过关了。过关。没有时间回家。拉拉赞。对。看看 ，OK。这怎么吃啊？就跟那个吃球揪了一样。对。每人都要吃啊，每人都要吃啊。现在每个人都要打吗？对，每个人都要吃一次这个拉拉赞。吸不出来啊！哎，糖已经剥开了。
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欢迎！来，加油了，快了，快了，快了哈！加油，玉玲，来，手没有力，加油，加油！太太，我好了。吸什么？吸了，吸了，吸了，吸了！哇，这个是什么？这给我吸了，吸了，吸了，我吸了，我俩都闹吸了。好，手上啊，这腌肉，哦，腌肉，那应该很好吃啊，真的，好咸哦。打毒针，嗨，打毒针，这个打毒针是非常棒的一种菜，三菜，用筷子吃，用手抓好不好？对，来，哎，那个，不好意思，什么时候才能够过关？好吃，那先打，先打，先打。嗯。没到他都要吃吗？没有过关就要吃。一定要打到过关的，我怎么每次都吃呢？来来来。一定要打到过关，要打。是不是？哎，是不是换我打一下好不好？五点嘞，什么西拉布罗？这是一种藤的那个嫩须，好吃。藤的须啊，芦苇。对，芦苇。芦苇的嫩须。过关，过关，过关。啊，拉拉战，拉拉战。好，拉拉战。让我打过关。不相信？一，三个。把裤子扒起来！这个是做吗？这个应该蛮好吃的。那很好吃。哇塞！哎，他们怎么弄出烟来了？你们这个快着火嘞！真的，他们怎么会有烟出来的呢？王梦龙，你别冲下！我已经上大机啊，我带你玩机都设计啊。勉强通过，来送你。谢谢。哎，马上上来吃吃看。鼻子里面，答对了，鼻子就在里面了。我们就在地上吃了。跟这个有关啊，这是什么地方？那个提那个胆子。提示，他连是那个。是什么地方啊？因为我记得我好像有去过啊。问人，专门去的。哎，这个是什么东西？今天我请你吃马蹄。这是我们刚刚做的。不要做。你知道的，谢谢。这是。跟民俗没关系的地方。跟什么？跟什么有关系？离我们很近。离我们很近，不到转弯的地方不到500公尺。阿美文化村。哎。对。没错，哎，这张立可拍的照片呢，就是阿美文化村的代表头目的雕像了。阿美文化村是一个专门为观光客表演传统阿美歌舞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美丽的原住民姑娘为我们表演原住民的各种传统歌舞。在这儿呢，艺人要和原住民舞者玩一个五脏升歌的游戏，哎，只要和舞者一起完成婚礼舞的表演，即可从中获得提示了。嗨嗨，过关吧。奇怪，主播，主播，主播，辣椒，
样子好不好？这样好不好？我们刚好绕了他大概不知道七八圈了。对。我们拿金牌出来。好。然后呢，请金叶子看能帮忙。好。因为我们运动不到的。1010黄金吉吉卢丽丽，有请金仙子。之后，可爱的仙子出现了，因为我要给他一个很神奇的东西，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你看，我要拿这两张，让他们贴在那上面，这样他们才能可以过关。运气太差了，所以我给他们这两张，你可以贴在任何一个地方。那一定要贴在拉拉站，这样你就可以过关了。加油！赶快！我们刚刚大概都是做八步，跟八步，是不是？对。还有希拉布鲁。哇，那怎么办？希拉布鲁。拉拉站，我们先贴一个嘛，先贴一个，对，先贴一个，搞不好一次就过了。对呀，来来来，我跟你讲哦，现在先贴这样，对不对？嗯，这个再贴一个，我来贴。然后现在你们玩，那个林明德你来玩。来来来，好 ，OK， 走。OK。我的提示，提示，好了，可以的。下一关的提示啊，这连连看，好，好，谢谢，谢谢，拜拜，拜拜，拜拜，谢谢，走吧，好，豆仔，豆仔，快点，快点，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十四在这，三五三六三七三七三七三八三九，是一个人的形状啊，警察，哎，一个美丽的女生。跟女生有什么关系？花莲有什么地方有这种的标志？这里有一个先生呐、啊。我有先生。我又要用进来了。不会吧？不会吧？不会吧？不是，要不然很难想哎，我们要耽误很多时间。对啊，那先用好了，先用吧，到后面再说了。好。叮铃铃，叮铃铃，黄金吉吉卢丽丽，有请金仙子。虽然我刚才跳了一下，可是我好像很沉稳，我怎么解不出来呢？这么简单的问题，已经是第二面了耶！这个面到底怎么样？怎么样？金牌先给我。看不懂。这么简单，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你们画什么东西？人呢、啊？对啊，画人，画人是什么呢？哎呦喂，画人国小呢？画人国小，知道了吗？赶快上车。哎，没错没错，用连连看的方式画出一个人，解出来就是画人国小。画人国小位于花莲县的吉安乡东仓村，校内呢拥有相当多数的原住民小朋友，因此呢校方也将象征智慧勇气的阿美族角力在这里做重点的推广。您看看，我们今天特别安排了阿美族的勇士来表演角力，您先欣赏一下吧。哎呦，你看看这些小朋友们还玩的真是不亦乐乎啊！在这儿呢，我们还要玩另外一个趣味角力的游戏，只要将四位原住民的勇士推倒了，就可以过关了。天哪，这样的阵容，艺人们办得到吗？原住民舞者完成婚礼舞表演，婚礼舞表演，完了。
OK。吉林民多。哎，伊啊，你阿吉木，你吉林民多了。啊，哎，不能赢我。对啊，今天要看你的份了，跟弟弟们摔过跤吧？没有，我没有摔过。今天是欢迎各位演员来到我们的东昌华人国小，跟我们东昌原住民的家那个相扑选手来这个观摩一下。切磋切磋。哎，现在有原住民劳驼木来当一个主办主神，黄焕明先生。咱们呢，这个果然哦，那么今年以台湾这里工作，年年哦，还有那么多的，阿妈那么大家好，这个巴罗丹多民族民阿巴罗族，什么来西沙，你给那个搞那么大，阿米天天在做大单，阿米下里有多，啥个大单嘛，那么大，对年哦，民族民阿那那阿巴罗族那么大，阿提拉古啥个什么那么过些些，他们好，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好。第一棒有张阿金跟韦德成两位勇士出场。不会是我吧？好，我们来要公公比啊，表演哈，我们按表表演跟日本相扑，对，跟日本相扑的阿金，不是那不是。也不会很大，你就举起来，让你甩转一转就退了。你转一下的，上面里面你就两个转一转，等等，喂，台北。准备开始，那你们先，男生先啊，男生先。几位角力，希望丰北与原住民勇士服务队将全部勇士对对落赤子机构过关。哎。我们现在将我们的现场服务在前面。哦，在那边，那边，那边。对对对。哦，来来来，不在这里就好，不在这里就好。哦，那就没问题，那就没问题。我等你啊，那个谁，我等你啊。哦，我等。我出来。不打了。阿妹，阿妹。我接你。大家来接我了。他牵我的手哦。
法委员是不是啊？恭喜红队，贺喜红队，率先获得三分之一张藏宝图。我们东昌村的有四位勇士，跟这几位艺人的勇士们，四位一对一开始出来，即将希望我们的艺人能够把我们四位的勇士全部倒下来的话，就能过关。过关，谢谢。哦，那可能倒很久了。没有关系，越久越好。红队友。干嘛？好了，好了，开始！哦，看的呀 ，OK， 六个，如果我们六个，谢谢。아직도네한번이나이신이나가인사힘들자요자요你们女孩子要小心啊！不能忙着把路错。好，慢点，东西往后就退。预备，开！莫名其妙。预备开始！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好，加油一下，哎，加油！一二三，加油！加油！过关，谢谢。好，我们的地图是宝藏图，对不对？对，我们宝藏图。谢谢。走第二关了，恭喜蓝队同样获得三分之一张藏宝图。哎，恭喜他们过关了，这是下一关的提示，来，耶！谢谢，加油！哎，这个新仙子新气象，红队一定得第一。好，这是我们得到的提示，现在我们来开始解。谢谢呢，跟你们玩一个心算游戏。Number one， 真舍不得拿下来。下面是姐，是谁？很热哈，很热，可是好好玩。要不要请仙子啊？不要。不要。有没有笔？有没有笔？我知道。嗨，我来啦！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不一定是壮壮的才能够过关哦。既然他们好不容易过关了。是，走吧，仙子，谢谢。哎，我们会不会慢啊，仙子？还有还有你啊，还有林啊，还有剑的，地图跟战阵的，是你啊？是我了，是你。不是，这个是交友剑狗。他会不会用交友剑城啊？剑城命啊！要头白是不是要头排骨？鸭头哎。药为什么是药头？药头，狗头也可以，什么头？你知道见过的标志？曾国城，曾记摩吉啊，在哪里？曾记摩吉，请姓曾啊，曾国城啊。嗯。曾记摩吉。摩吉啊。曾记，看一个胎记啊。对啊，曾记啊，对对，好不好？哎，这一份提示就有点好笑了。曾国城的脸上长了一个像贱狗一样的胎记，解出来就是要去曾记摩吉了。曾记摩吉呢，是花莲老字号的手工摩吉店。30岁以上的花莲人，相信都不会忘记骑着脚踏车叫卖摩吉的曾老先生，还他那种特殊的叫卖口音了。曾记摩吉是纯手工制作的，先将糯米团捣摔到一定的韧度，分成小团以后，包上了花生、红豆、芝麻等各种不同的馅儿，再捏紧搓圆之后就大功告成了。手工包的摩吉呢，分量和口感都是一般的机器摩吉所比不上的哦。到这儿呢，嘿，我们让艺人们自己来包摩吉了。一个人呢分摩吉团，其他的人呢包馅儿，这馅儿呢包括红豆、花生、芝麻三种。
在3分钟之内各包15颗就可以过关啦。我知道，有没有笔 ？OK， 你看哈，182。831 ，OK， 这三，你先看33哈，182，这边是加的 ，OK， 加一，293 ，OK， 这边是减的，啊，没有加的，八加一，全部是加一，全部加一，加一，然后这个加一，再加一，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加一的，526，对，全部加一，所以我知道，526，确定跟取消啊，275，这好像电脑一样嘛，就这样子。全部是加一的，嗯，没错没错，每个 digit 加一没了。这是不是电话号码？526275。不对啊，6个字。那有可能啊。这边有可能是6个字哦。大家看，喂，对不起，我要询问这是哪里？东海石街142号，记下来就没了。我们直接告诉 Win 讲。对，那请问你那是哪里？东海石街。东海石街142号。哎，没错没错，陈山河还真是有一套呢。将每个数字各加一之后呢，便得出了东昌村头目家的电话。来到这儿呢，也同样的是玩打弹子游戏，轮流打弹子，弹珠落在菜名上面就需要把这个菜给吃掉了。如果落到了过关，即可过关。这边。好。老板好。老板好。好。陈山茶，我就来。一个人分麻吉哈，他三个人各包一种线。然后每人包15粒，要3分钟之内完成。哦，这不容易耶，那个。它是面粉吗？糯米。糯米做，我喜欢吃糯米做。这个我会做。我弟说有没有掺面粉？讲话可以大声一点。啊。我弟说有没有掺面粉？你们太大声了，师傅太热。我这个不是月饼，不加面粉。我知道，加面粉大家敏感。北京人要面粉。面粉。你现在在玩什么？然后弄起来，光捞起来就要功夫啊！你要不要来拉拉看？你看你这样拉，我就知道一定很重。你就是用这些皮儿让我们去包馅儿的。对呀。OK。我们还蛮有智慧，是直接握着这个包馅。你要包水饺。那你们哈，我们现在哈，谁要捏？都可以，都可以啊。我们先看用虎口捏，用虎口捏，每个都要捏，捏到一个那么大。我来分，然后线，一人一种线，线在这边，包起来。我来分面团哈。红豆是比较好包，花生粉是最难包的哈，看谁技术最好，来包花生粉，先包扒开一点，要扒开一点，然后放进去，放进去，哎，粘，只要线不要看到就好了，对，好，捏合要很大力哦，然后从计时开始，你现在包怎么不算？来计时开始，开始，来开始，来这个，粘手套。天哪，没有错。帮我拉拉这个。要沾粉，手要沾粉。手要沾粉。好，沾粉。包红豆，这是什么东西？这什么口味啊？芝麻。其实花生最难包，为什么我包花生呢？那就帮我分到那盘啦，不能怪我。我也很难包啊，我芝麻的。不能太大，我操。你得不要紧张，平平的不要紧张，你慢慢捏，我们来包。看我做的好漂亮，哎，因为你的最好包了。嗯，粘住了。面粉不够，我要沾面粉。师傅看了好心疼，他十几年的手艺全部被我们毁坏了。不是十几年，是50几年。啊，对不起。你有50几年，我随便。上一代，中间转住。哎，为什么你的手套不会粘，这手套会粘呢？你要手要沾粉了，我今天2分钟。还有2分钟，我的口有。哇咧咧，变成这样子！老天哪！啊，我们什么人不济，我们找个外国人济。他居然写冬瓜的东西。这个海是什么海？花木大佛嘞！不讲，大家知道啊。再跟他讲一次。东海时间。好。那其实还好，解得快。我跟你讲，我给你按摩一下哈，麻烦你快一点哈。我跟你讲，长得好壮哦。来来来来来，嗨。冲啊！地图带了没？地图在前面。带了。
请讲。轮流打蛋，你干嘛？你当我们二两干的。哎哎，你萨拉马杜尼安乌布托阿努赞库马西克代阿达登阿兰加纳。OK。鸡蛋猪。那他们轮流打蛋子，弹珠落到菜名区吃该道菜，打中过关就可过关。所以我们要打到有一关叫做过关，有吗？这一关。Oh boy。真的吗？哇，这些菜名都好特别哦。巴库，巴库不是好倒退吗？一棒成山河，耶！加油，加油！过关！哎呀，打得正，打得正，这里要快的，请用。哦，吃完才可以打。这是什么菜？请问？啊？我打摩的呀菜，我可以打吗？那这是什么？花鸟。好吃，嗯，好吃，嗯，好吃。好，第二棒贾静雯，耶！耶，加油！还有当的一声，乖乖。干都干。你又来了。来第三棒。出库了。来了。哎呀，八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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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啊！你准备让我们吃？可是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吃自己包的？对，真的吗？那也没关系，我们再包。自己包馅比较少一点。20秒。10、9、8、7、6、5、4、3、2、1。2、4、6、7、14，哎呦，我刚刚4个耶！好，来看一下标准。哇！哎，我们刚刚没有看标准啊。最基本线不要外露。我们都没有漏啊。有漏。你剥开的。你剥开当然漏啊。这个不会不能漏啊。你不是啊？你没在那个盐呢？你我们刚刚都没有看标准的。你们看我们包好就好了嘛，对呀，好不好，师傅？你知道看到没线就算了，对嘛？对呀，你看不到没线，你没也没敲亏。好了，我前后，我弹吉他唱一首歌给你听。没有，那怎么办？我们有功，那怎么办？我们是小猫咪，我从来也不急。你们会对自己没有把握吗？下一队会比你们强吗？哦，好，然后我们再请小朋友吃，你们包有吃，小朋友吃。如果小朋友吃，他们愿意吃的话，就算过关，好不好？小朋友要吃我的。来来，小朋友，马妞姐姐坐着，要不要？来，红豆的马吉，红豆的，来，妹妹，谁要吃红豆的？好，谁来？好，好，有没有谁要吃红豆的？要吃吗？好，那个，来红豆的谁要？来，妹妹，好，你来，你来，你来。辛苦，而且小朋友蛮接受你们的，谢谢，让你们过关，耶！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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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下一关顺利。谢谢老板，祝你生意兴隆。谢谢，谢谢。A 平方加 B 平方等于 C 平方 ，A 平方加 B 平方等于 C 平方。亚细亚，为什么 ？A 加 B 加 C。哎，你看这还有三一个，不关，他们不关。A 加 B 平方 ，C 平方。西瓜大王。维他命 A 加维他命 A， 有道理。果汁。
加盖好了。我也考考试，我也叫蔡永格吧。A 平方加 B 平方等于 C 平方，它是毕氏定理。毕氏定理啊，是毕氏定理。毕氏定理，毕氏大学大，毕氏大教养院。啊，大教养院。这 A 平方加 B 平方等于 C 平方就是毕氏定理，在一堆数学的公式里面，毕氏定理最大，那当然是毕氏大教养院喽。毕氏大是由德国宣教士贝林恩所设立的，专门收容3至15岁、中度、重度和极重度的残障儿童。对于可以教育的孩子呢，则给予安排教育训练；而重度障碍的孩子，则给予生活与复健上的照顾。来到这儿呢，我们要请艺人当爱心保姆，参与照顾院童的工作，即可过关。来 ，Yeah， 加油！哦，哎呀，猪宝猪皮炉，再来，你过来。我不吃猪皮的，我帮你吃这个好不好？等会你帮我吃别的。好，你吃这个。哎呀，谢谢，我最怕辣的，谢谢你。等一下，这个叫什么？吃了，这个叫什么？准备，他已经辣到这个样子，你还不拔？过来，过关，耶！过关了，不用吃了。来，好。过关，然后呢？虽然说不用吃，可是这个还蛮好。这么辣。谁借我一下吧？好辣！好辣！快来吃那个辣椒，吃的快打喷嚏了！拉赞！哎，这个很烦哦，这个。汤强，你看我们这个朱古力。哦，巴古，巴古。哎呀！我怎么了？他居然是我奶奶。看这个，朱古力。对，男生吃这个。哦，巴古，巴古。是八股啊！哎，谢谢。提示呢？麻烦。提示呢？这是下一关的提示。连好，谢谢。来连笔了，笔。智力。三四。我这个帮助我呼吸一下，帮助我呼吸一下。对，开始圆。39。我们现在在哪里啊？我们不晓。我不晓得，这条街没有写。一个人的形状。一个人啦。先把它描碎。是一个人啦。画人国小，哎，我们再画一个人呢、啊？对，好，画人国小，没错，嗨，用连连看的方式画一个人，哎，咱们要去的地方就是画人国小了。您看这两个小胖弟，哎，脚力起来还真拼命呢。没错，嗨，在这儿呢，我们要同样玩一个趣味脚力的游戏，只要把阿美族的勇士全部推倒，就可以过关了。Yes， 黄金传奇，紧张刺激。这个是你们的工作要开始，两个人一组参与照顾院童的工作即可过关。哎，我们这地方啊已经成立有40多年的历史，那现在呢要带你们去看的是我们新大楼，叫做喜乐楼，是完全供我们孩子住宿的地方。还有2楼跟3楼呢是属于重度跟极重度部分的孩子在那边。哎，他们生活起居啦，日常生活一切的都需要依赖别人来帮忙哈。那4、5、6、7楼的就属于功能比较好的孩子。那功能比较好的孩子呢，他们就是也全部都送到外面的学校去读书，所以呢，他们回来以后有一些功课要做，所以等一下呢，也要麻烦你们也帮助我们的孩子，也辅导他们的功课，这样好不好？帮忙我们孩子吃点心的，请跟我。还有呢？哎，如果是在户外是散步的，请跟我们的董事长，好不好？好不好？对，那我们户外是散步。好，可以，好，好不好？好，你们是散步吗？好。怕下雨呢。好，来，你看很琢磨这个人哦，好不好？那妈妈要不要帮忙？妈妈会帮。哦，请讲。哦，有一个很久的这样子的，大哥哥帮你。哦，要教我怎么帮？那这个就是要。好。对。哇，
哎，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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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翻桌，对桌子，对，哇，来两手，好棒，真的很棒哈，嗯，好棒啊，嗯嗯，然后还有他的脚，还有他，不要发作呢，哦，他好像有点害怕，太高兴了，他为什么会哭？他想发抖。他是脑性麻痹的，脑性麻痹，零四组神经上面。如果他很紧张，他就会这样。对对对，好，来，我带你松一下，松一下，放松一下，放松松，放松松，不要这样，来，不要紧张，开不开心？嗯，好开心哦，开心，高兴，高兴哦，大家都棒啊，这样子对吗？三步画关，哇，三步好吗？来，快，不要紧张，画关，关，好开心哦，哈。哇，对，太好了！他叫什么名字？啊，王维凯。那他呢？梁少。梁少。放松。放松，放松啊！维凯放松，我们就出去走走，散散步。点心时间到喽！各位小朋友好。你好。你好。这个是要干嘛？来，给他们围，围起来。来，帮你围起来，好不好？听得懂我讲什么？不会讲，不会讲。我喂一只香瓜，好不好？啊，那我们自己吃。嗯，甜不甜？好不好吃？看小妹妹好不好吃？要不要喝水水？好，再来。好。还没有咬，还没有闻你咬，来。哇，好乖啊。好乖哈！哎，好棒哦，柔婉，你不错哦，你很会吃香瓜哦。要喝水水啊！来跟大家说，嗨，有的你看，那么多人在看你耶，你喜欢吃吗？他好开心哦，你喜欢吃吗？来，我喂你们，好不好吃？好吃耶，我很开心啊。叫一个，对，他可能还是有点怕生。你要叫他老板，他就很高兴。老板呐，他是这里的老板。老板呐，你要做老板呢，是不是？你要做老板，要不要做老板？你不是老板吗？在这里二楼，二楼的老板。是不是老板？哦，老板哦，好，二楼的老板，那我就叫你老板好不好？好不好？自己在笑。好，我们带着老板去逛街。嗯。喵吗？喵。还有反应啊！好吃吗？好吃吗？老板，你下次去了哈。好不好吃？刚刚很紧张了。他眼睛好漂亮。慢慢吃，不要急，慢慢吃哈。我帮你擦擦。来，你要不要擦擦手？擦擦手。甜哦，甜哦。啊，很可惜，今天应该有一点点小太阳最好啊。会不会带他直接走上来？不要紧张。柔婉，哎，我回来啦！你看看，哎，他牵到我的手，你看他整个幸福溢于言表。啊，柔婉，你看看啊。我知道你看到我很高兴，但是我只能告诉你来不及了，我年纪大你太多了。别洗碗，别洗碗。柔婉要不要吃？来吧。哦，你还没有吞下去。啊，拜拜，再见。柔婉，谢谢，很高兴，谢谢，你很漂亮，你很漂亮哦。各位小朋友，再见。再见。再见。好。再见了。他们都听得懂。再见。打个招呼。Hello。哦，你看看维凯，柔婉。哎。啊，你们散步散完了吗？对呀。啊，我们想。嗨。你看老板，就叫老板，二楼的老板。老板好。有点早啊。二楼干啥？哎。孩子，我们孩子很高兴哦，看到你们都好漂亮，男孩子也那么英俊，女孩子也那么的漂亮，所以呢，为了感
谢你们，送给你们三分之一的藏宝图，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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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拿一张藏宝图了。好，我请真燕子吧，我们到外面请，这边不要喧哗。好，那弟弟们再见。那个老板，我走了，老板。老板，我们走。荣婉，我要走了哈。老板再见。别走喽。好，老板再见。恭喜蓝队，贺喜蓝队！由于蓝队的爱心，这次率先由蓝队拿到三分之二张的藏宝图了。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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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东昌威廉这个花人国小以及原住民的勇士，辛苦你们，谢谢。原住民勇士，好，谢谢你们。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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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原住民的老头目。你好，你好，你好，现在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这里一个相扑几趣味竞赛。谢谢。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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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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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这样来让男队来拿。那问题是我们要怎么玩啊？你当时他了，你们第二了，当然是的。好，来来来，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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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加油，支持你，支持你。哦，起来，好，你们两个人起来，好，加油。双眼八号，拿多一点。光你那张脸就把人家吓死了。哎，他裤子不用脱的。啊，怎么脱了？脱了没看到。希望大家能够看到的红旗与原住民勇士部队的已经完了。现在你们没有参加的，我们那边还有个节目要提前，也那个是互相互对了。要过四个人才能过关哦。没有过一次。我们加油好不好？说红队加油哈！一二三，红队加油！红队加油！耶！耶！耶！来吧，开始吧！我还是很怕，怎么办？谁先了？好了好了，这个人要。我选这个，我选这个。来上来了，拜拜。预备，开始。对啊，对啊，加油！对啊，你对啊，你怎么可以站出来？罗罗，再来一个。啊！再来一个，小哥哥来。啊！
啊，来，女人来，女人，女孩子上。打你妈妈，你等等，可以吗？预备。他们都是让我们的，真的，谢谢你们。冯大哥上厕所，他上厕所，他拉肚子，他都怕吃了辣椒，他怕成这样。没有，他刚吃了辣椒跟那个八苦那个就。我们看代表跟他们玩。好，那这样子好不好？现在都下雨了，那个冯光荣啊，吓得去上厕所了。我们请陈山河坐在，他吓到拉肚子。对啊。陈山，好，勇士来，加油，来，我知道看到他吓得去拉肚子。哎，你好，又开始寒暄了，来。这就是你错，人家刚刚没得打。我练太急了，我是他要攻我才打。你柔手。5、10、15、20。哎呀，差一点。耶！好呀。冯光荣来了。谢谢。第三关，红队加油！恭喜红队，贺喜红队，同样获得1/3张的藏宝图。什么？啤酒屋，喝酒的地方。帽小小，帽小。一个宝盖头嘛，一个宝盖头，然后马。马，三个男人嘛，他是个帽，我里有没有这种小啊？然后三个人是很好笑的，会这种。然后三个男人喝酒，对不对？嗯，不一定喝酒吧，喝水。亚细亚海鲜。你看那个杯子可以看到亚细亚海鲜。对，历史呢？两个小。中啊。两个小是中啊。嗯，有没有这种人？有中什么吗？帮阿B哥，这个哥中泰食品。哎呦，三个人在喝水嘛，中泰这边呢。我们来看看帽子下面两个小字就是中，三个人喝水就是泰，同样解到的就是中泰食品了。来到中泰食品，我们玩一个楚霸王的游戏，合力楚红素米。如果关注评定达到可以治马吉的粘度，就可以过关了。我们得到的提示，曾国成被人 K 了一顿，家有建斗，家有建成，看看有没有建成，一定有鸡吗？哦，不是，曾国成被打了一个眼睛，我们要不要直接叫曾记马？曾记马吉，对不对呢？对啊，来，要走，他脸上有个大开记，曾记马，对，曾记的，曾国成有一个记马，对不对？对，曾记，好，太棒了。曾国成的脸上长个大胎记，哎，就是要去曾记马吉了。到这儿呢，我们同样要请一人自己包马吉，一个人分马吉团，另外三个人呢包红豆、花生、芝麻三种馅儿，分别在3分钟之内各包15个即可过关了。哦，好多小朋友啊！同学好，叔阿姨好。麻吉哈，4个人，一个人负责捏皮，等一下我会示范。那其他每个人包负责一种馅，有红豆、花生、芝麻。啊，好吃。然后3分钟之内要包完，每个人要包15粒。啊，15粒。哎，那是不是先示范一下？看一下。红豆馅的话是这样子，馅放在上去，然后用力把它捏紧。哦，像包那个小汤、小笼汤包一样。哎，但是差别是你还要很
手指头要用劲。计时开始。捏起来，捏起来，捏，捏，然后再给它揉啊揉啊揉，揉揉揉揉，加点粉。你看我这个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哎，那个是我捏好的啦。先吃麻吉，好吗？哎，好久不见。好，你好。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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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然后欢迎光临哈，我们中泰阿美麻吉哈，怎么样？已经做了第四关了，累不累啊？累。这个更累。好，来，石头布。我们中泰唱名堂非常的棒啊哈。那我们现在呢是来做做我们传统的哈，传统的麻吉，红糯米麻吉。多润。哎，我们红糯米麻吉叫多润，你好厉害哈。那这个麻吉非常特别哈，只有我们花。连光复乡子，还有你别的地方你是做不到也看不到这种米了哈。那因为我们现在是要做传统的哈，那所以呢，我们现在先着装哈，我们先着装哈。这边有那个，哎，还要唱歌呢。唱歌也没关系，来，男的在这里哈，男的在这边。那个球场，马上比赛开始啊！等一下来。就把它分一半这样子吧。准备开始了哈。一个拿一个敲，好，你拿小的。什么叫拿一个敲？什么意思？就是轮流的。有一个拿上，一个在底下。对，好，我敲下去，你拍起来。对，就这样，先这样敲。你们这样一只脚踩着那个土，那个。对，也一只脚踩到上面哈，让它滑。那滑下去也没关系。不用力，我一拿起来就下去。我拿起来下去，对，这样。难的呀。来，当当当当当，我们照个节奏来好不好？你是歌手对不对？拿鲁湾，拿鲁湾，还有你有你，我这个好多呀。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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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弄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而已，我去看看啥来着。一分钟，我都跟你放在一起了，没关系啊，放在一起啊。你怎么会像包子这样子包法？因为他就教我们这样，他教我们的，跟像包子这样，然后再揉揉。你看我包大概一个大概三秒钟。不要在那里凑。二十秒，快到了。我给他直接合吧。哎呦，还合不起来，粘在手上。记得动吗？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知道了。哇，这个桌面还是很吵。对不起，真的就是，哎呦，直接就来，我想吃这个，好吃哦，来，吃一个吧。我自己做的啊，对啊，我们都不太相信自己，你知道吗？真的吗？对，你可以吃吃看。好吃，冯光荣，你先说哪个是你包的？你不要，我真的不知道。靠这边的吧，你拿靠这边的。那我们大家看看他们吃自己的做的东西，看有没有什么反应。我刚刚做了很多啊。这版本可以吃的，可以烧的。啊，你们也可以请工作人员吃，让他们吃，看他们愿不愿意吃。谁敢说不愿意吃？不要，来，我们摄影师对照一下。哎，等一下，越来越来了，来吧，越来越来，真的真的。编导的脸，你看他。要对啊，我现在有一个最后一个，待会你愿意让你编导签名，那你们各位签名，那就算这关，让你们过关，好不好？那上面签嘛。他编导，编导愿不愿意签？你签的没有用啊。哎，这是我们包的吗？那是上一组包的。是这个。可以啊。就单直接吃线。可以吃线，可以。嗯。还有可以了。
编导看愿不愿意签。哦，那要看编导。你要签红的。那买的话，那进入。编导叫什么名字啊？编导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啊？啊，过关了。啊，那请你们到下一关去，也让你们祝你们一关顺利。谢谢。一个人来算了，你走开。我你这边定得，你个妈！我跟你拼了！我给你的糯米，独乐你这边跟你拼。这一只比较细，那只太重。对对对。这像蜻蜓碱性电池有没有？看谁吃肉，谁吃到最后。我觉得你很残忍，你吃小只的不会给小姐用啊？没有，他帮我。没有，他拿大只的休息，我拿小只。我来。我是用心良苦啊！是这样子啊，误会你了。哎，大概弄到什么时候？啊，弄到这个杵烂为止。只要有那个黏黏的感觉。已经有了。有那个马蹄子，有一点点黏黏的。那还不行。哦，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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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你要再唱一下。哦，要配音乐是不是？真的很好听，真的。真的好嘞。杵下去，然后哇，这两个实力是相当哦，哇嘞嘞，可以了吧？啊，差不多了，勉强可以了。谢谢了，谢谢，勉强给你，好，送你们一份礼物，来，当场就拆开来，可以吃的，可以吗？提示里面，这个是提示吗？提示就在里面啦。啊，提示在哪儿？我们把它倒出来啊，摸到了这个。哦，这个地方在哪里呀？啊。阿美华尊，阿美华尊，那就走了，走了，看走了，来，请看，阿美文化尊，谢谢。天灵灵，地灵灵，黄金吉吉如意利，有请吉仙女。他们终于想到我了，现在我就去帮他们解答吧。这个 A 平方加 B 平方，你们会觉得这个里头有很多公式？是啊。然后这个公式是不是最大？对。那我告诉你们 ，a 平方加 b 平方等于 c 平方，是毕氏定理公式。毕氏大教养院，哇塞，好远！猜对了，走了，谢谢，谢谢，谢谢。不会吧？你们丽丽阿姨，哇，川科长，先生，不会吧？原住民舞者完成敬礼，表演即可从中得到提示，欢迎你们。来，来，我不认识这么多朋友，是哪一个？请明德。嗨，阿顾很帅，明德。阿顾呢？阿顾，阿顾，阿顾。不会吧？都没有什么变嘛？你呀？变，乐熬老。你怎么会这样？乐熬老。你上面什么？红香啊。对啊，这小时候多漂亮啊！小时候都是孩子，现在不行了。Yeah.
率先获得完整的宝藏图，哎，这上面有个人，还有影子，还有一个白色的鸟子，哎，这是什么意思啊？你好，是黄金传奇。喂，你好。李乖，今天非常欢迎你们来到我们 Beats 大教养院。那今天呢，要请你们来充当我们的爱心保姆，你们念念看。爱心保姆，两人一组，参与照顾同院童的工作就可过关。好。他们都在学校读书读半天嘛，因为他们属于低年级，所以回来以后还是有很多的功课啦什么要做嘛，所以你就教导他辅导他。是，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我不会蹦蹦摸摸，有没有听我的话教那个哈，或者是物理啊，化学啊，这样子吧，我一块连他教吧。他的附件主要是在做什么？他有各方面的缺失的话，我们要帮助他刺激。比如说他做这一套是感觉统合的一个脑力的刺激，刺激他的脑力。对，那他在肢体上他是还不错，那就是会控制他的情绪啊各方面。那这个从小就要开始做。对，那恢复大概到长大可以恢复大概多少？越早开始越好，那要看他自己本身的感觉。这个是没有一定的，对不对？像你是谁？哎，原来是谁？原来好像不是。我也很谢谢你们，你们难得机会能够在那么忙哈，你们还愿意来到这里来帮助我们孩子，所以呢，为了谢谢你们，送你们三分之一的藏宝图，这是最珍贵的一份藏宝图，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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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来，谢谢你给我们机会。我们恭喜红队，贺喜红队，同样获得了完整的宝藏图。就是鸟嘛，那白色的鸟就是白鸽嘛，那这个是新娘新郎的女兵像，这个是男兵像，就是男兵白，男兵白鸽园，男兵公园的白鸽园，男兵白鸽园。立刻龙，来，现在拼起来，一个鸟字，一个鸟字，然后白色的，白色的鸟字，这个是两个新郎新娘嘛，这是男兵像嘛，男兵像，男兵像，男兵公园，男兵公园，然后是白色，白，这个鸟合起来。鹅加鸟就是白鸽，白鸽，白色的鸽，就是哦。南滨公园，南滨公园，白鸽园，谢谢。
没错，嗨，这组合出来就是一个男兵像，解出来就是男兵二字。中间的图片合起来呢，就是一个白色的鸟字，解出来就是白鸽二字。所以呢，正解为男兵公园白鸽园。南滨公园在花莲市可说是市民的最佳休闲去处，而白鸽园呢，则是公园的特色之一。此处的鸽子在这儿经过妥善的照顾，所以不怕人们的骚扰。你看它可爱的模样，还令来此的市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儿呢，我们的谜题是：花莲是台湾最大的县份，请问花莲占全省总面积是多少？花莲占全省的总面积的多少？花莲县相当的大，除了花莲县以外，除花莲县以外，过来就是台北县，对不对？打电话就有几次希望，电话接一下。你知道打给谁吗？我打给大哥。赶快，来，大哥不见得知道啊。我们都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花莲？陈轩啊，我问你一个问题啊，花莲是台湾省最大的县份，对不对？花莲占全省总面积的多少？忘了。你问谁？问在读书的学生。不见得知道。不见得知道，先问一下。你直接问县政府才快哎。真的吗？直接问县政府最快。县政府的电话指挥。喂。哎呀，还要做电话录音。我想请问一下花莲县政府电话几号？花莲县政府。嘿。准备，03822717172228，谢谢你，拜拜。271710382271711，真的我不骗你，有行动电话，整个过程就简单多了。那还真给我带电话中吗？棒了吧？你们先去，每个人拿不一样。我认为啊，十，我认为是十，十分之一，我认为十分之一啊，等一下，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大概七八九啊，我们九二十一是吧？九二十一，好，刚刚两个跑，我们先跑去，走。去哪？当然，走，先跑。在哪里？啊，我听好，我是黄金传奇的外景队哦，我是中国城啊。我们现在首个题目是：花莲县是全省最大的县份，请问它占全省总面积的几分之几？你知不知道？哎，你知不知道？各位帮我问一下，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寻宝这个啊，你知道黄金传奇这个节目现在这个如火如荼的在准备要找宝藏啊？我知道了，就是他。八分之一，我先去。好，谢谢，好，拜拜。不好意思。耶！我们这个呢，哎，这样好了，我们很帅的坐在这边好了。我们摆一次好帅，拿自己的肩膀。辛苦了，陈嘉华。啊！哎，真的，我跟你说啊，这什么？来，我们现在不见了，自己走了。我跟你讲，这个要怪谁，你知道吗？怪我。你啊，我就说嘛，在家怕老婆，出来玩游戏，他还怕老婆怪他。我拉肚子，我刚骂完，我们拉肚子乱吃。你讲的话什么意思啊？回家这个，我告诉你，我自己先收起来，好吧？以后再跟我拿。不是颜色的问题哈，是红衣红色的衣服，我不来做。哎，搞什么？不好意思，你们为什么会输呢？你们赢就赢了，干嘛都站在上面？欢迎你。因为你们有个死个浪，你们就会这样子吗？不是，我跟你讲，我们其实我们早就知道这个地方了，对不对？我们早就已经知道要来这里。我们才哪里？知道啊，我们才哪两个，我们就知道要来这里。对啊，好嘛，那怎么样啊？你们赢了，今天光头女生可以换掉了。我们还有两个绿帽，哎呀，我们是怕仙子无聊才拿出来用的。来，我们到这边。他没有办法。
就是天作孽，有可为天作孽。所以自己肚子不争气，我想。啊，这县政府吗？哎，帮我们这个问一下，这个县这个花莲县是全省的几分之几啊？哦，八分之一是啊，标准答案。你宝藏箱都开了，还什么标准答案？当然是标准答案，故意打给我们听的。没有。哎，我们不是笑哎，我问你，我们赢等会不开心呢？可是我们想到，我们可以提早那么久的时间来这边，可以打电话，然后得到最后答案呢、啊？你们不行吗？我们也很开心啊！你们连题目什么都不晓得啊！好开心啊！来，最后请我们的守护神来，我们这个赖主秘跟我们来宣布一下谁的优胜队伍。今天优胜队员是蓝队。好，我们优胜队会得到什么奖品？优胜的队伍呢，可以得到价值50000元的黄金金牌，每人一面，恭喜你们！来颁个奖，预备！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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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恭喜啊！恭喜啊！下雨了，下雨了！恭喜蓝队啊！下雨了！恭喜蓝队啊！哎，好！哎呀，这个赖主秘是不是在跟我们最后说几句话来？我们花莲呢？当然讲面积是全省最大的，8%，不但是县的面积最大，连乡都最大。我们有一个最大的山地乡，秀林乡，也有最大的平地乡，什么乡？寿丰乡，寿丰乡。所以花莲的这个县是最大的，两个乡也最大的。那我们花莲的空气呢，也是全省最好，这个海也是全省最好的，所以我们很欢迎我们所有那个观众呢，能到花莲来玩，那么也欢迎全省的朋友们到花莲来玩。刚刚不止我们风景好，我们人情味也很好，而且你们知道那个摩阿吉啊，那个是我们感受最深的。是。那么从小呢，就看到那个卖摩阿吉的，吃摩阿吉长大。对，看他坐车子载过来，那个感受啊，感情啊，那几十年的感情，那是很好。哎，谢谢。今天我们介绍的只是我们今天在平地上的一些建立的一些山地乡，但是明天呢，我希望呢能够让大家下一集能够再看到的花莲啊，台东地区的沿岸这个鬼斧神工的这奥妙的非常傲人的这个山川景致。哎，下个礼拜我们要带大家去看花东沿海还有太鲁阁的风景，不要错过在下个礼拜天中午12点半准时收看超级电视台为你播出的《黄金传奇》。黄金传奇，谢谢，拜拜。谢谢主秘，谢谢主秘。